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再来这个曲终明咒的时间。我叫吉中明，今天要介绍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宝雪大全能。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诗歌，这个旋律啊跟它的节奏啊都是很动感的，听起来呢就很有兴奋，很有朝气的这个感觉。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 Louis E. Jones， 他是在1865年出世的。那么关于他的资料呢并不是太多，他只是在这个穆迪神学院毕业之后呢，那么就在做一些青年的事工。但是这首歌的内容呢非常丰富的啊，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，大有全能，因为他能够战胜一切的这种的权势，战胜一切的罪恶，所以他能够掌握一切我们的生命，能够洗净我们的过犯。所以这首诗歌呢很有意思的，那么让我今天呢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诗歌。从你的罪担释放我，在主宝血内大有全能，你愿胜过一切恶行情魔，耶稣宝血大有全能，大有全能，奇妙大全能，在羔羊宝血内大有全能，奇妙大全能，在圣洁羔羊宝血内，你愿从骄傲死于释放我，在主宝血内大有全能，哥哥他血全能洁净罪过，耶稣宝血大有全能，大有全能，奇妙大全能，在羔羊宝血内大有全能，奇妙大全能，在圣洁羔羊宝血内，大有全能，奇妙大全能，在羔羊宝血内，
大有全能，奇妙大全能，在世界羔羊宝血内，在世界羔羊宝血内，在世界羔羊宝血内。啊，一首呢非常令人振奋的一首诗歌，啊，这个旋律节奏很轻快，但是里面的歌词呢更有意思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。当你听完这首诗歌了之后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你的生命里面也能够产生功效，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。